社团法人台湾之星爱护动物协会到玉里办理免费犬猫下乡绝育活动，民众反应热烈，短短一天时间，总计已经完成超过百只犬猫绝育。不少饲主们都带着爱猫爱犬前来排队等绝育，包含报到清洁麻醉，术后恢复区完全没有气味，流程也比照宠物医院术前健康评估、病历单、术后须知等一应俱全，饲主们都很安心。阿拜，阿拜，阿拜。社团法人台湾之星爱护动物协会到玉里办理免费犬猫下乡绝育活动，民众的反应非常热烈。活动短短一天，总计已经完成了超过百只的犬猫绝育，提供偏乡民众免费的植入晶片、绝育、注射狂犬病疫苗、医疗的服务。必须绝育，必须防疫，必须有饲主的。那这些就地领养人，没有人协助他们吗？那我们今天就来这里完成这个部分，那也就是这三个问题就解决了，后续不繁殖，有防疫，有饲主责任。依照动物保护法规定，家中犬猫应该要依法绝育，如果没有申报繁殖需求，恐怕受罚，依法可以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25万以下的罚款。记者高双双玉正采访报道。